我发现时间长不吃鲜了，最近的业务不太熟练带有雪花的一个松花蛋啊，是不是很多姐妹她都吃不惯这个松花蛋呢？但是这个松花蛋咱家这款吧，吃起来这个流心口感就特别的香，而且就吃到嘴里不会让你吃起来那种有含铅的那种味道啊，就这个流心看效果是特别特别棒，而且吃到嘴里呢就是真的是回味舌头吧唧吧唧一个香味儿。嗯，看这些，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做法啊，姐妹们，就是我们当地是在超市里去买这个皮蛋的话，是10块钱一板，一板是4个，就合到2.5块一个啊。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做法啊，就是这个是提前剥好皮的这个皮蛋，然后咱们来一点这个辣椒酱啊，就是如果你爱吃辣椒的话，可以自己在家里煎一点，如果家里没有的话，你们就是可以到我小店里去排，这个是吉祥区的辣椒酱，哎呦。烧焦酱就是把这个皮蛋给它碾碎了之后，你加一勺酱里边，你就不停的去搅拌它。这个卖相虽然是不好，就是这一碗下去，谁吃谁迷糊，姐妹们，超级超级的香。嗯，就是这样拌好了之后，你就大米饭你一定要多准备一些，嘎嘎的炫吧，老香老香了。我觉得切点蒜末它里边也很好吃，别提了，赶紧上大米饭吧，控制不住了。贡菜香，我就发现了它贡菜也是配啥都好吃啊。这些就是一罐的料，这个是无头虾，无头去皮虾，贡菜香。
新口味让尝，这个是贡菜让尝。就你们里边能看到那个就绿色的都是贡菜。梨虾干，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梨虾干是最好的啊，而且它这个个头还是比较大的，特别的干净，而且它这个是溢乳盐的，就是吃起来没有那么咸，就是咸度刚刚好，就是你空口去吃它都不会觉得很咸。如果觉得微咸的姐妹们可以用清水给它洗两遍就可以的啊。咱们在家里煮个面的时候可以放一点，然后煲汤的时候可以放一点，做个汤做个面条，然后做个小凉拌菜都可以放啊。它吃起来一点都不扎嘴，它就是没有头的。我用的这个是小豆腐做了一个虾皮汤，一包的分量特别多，能吃很长时间啊。就咱们做汤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抓一把里边贼提鲜，然后面条什么都可以，包括涮火锅的底料都可以来点这个小虾皮儿。我们叫虾皮儿啊，它是叫林虾肉干，全都是虾肉，而且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腥味儿。我这个汤里只放了一点酱油和一点那个一点点盐，就是很咸的一个汤，其他的佐料都不用去加。喝完胃里暖暖的。恒味源的紫米奶酪棒啊，它这里边呢现在加的是芋泥，20%的芋泥啊，这个面包就是我拿到手它要破皮的，特别的软啊。以前里边放的是奶酪酱，它现在直接给它换成芋泥了，扎扎实实的芋泥。这个面包就拿到手里的真的是手软的感觉，我都不敢使劲去戳它，那个皮儿都要破了。他家这个紫米奶酪包都是现做现发的啊，短保质期的，就是短保质期的面包都放进去吃，它里边不会添加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就是馅料的成分都是一直是很多的。看，爱吃紫米多的姐妹们，你们就可以冲它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从上面到下面一直都是夹馅的啊。